那个熊是什么？为什么是一个熊？诺贝尔啊，贝尔，贝尔啊，这个是奶冻卷啊。繁星，我上网查了，我以为你在讲爱迪生，我想说这有灯泡，对，爱迪生，可是他没有得诺贝尔奖，发明用灯泡，他没有得奖啊，他是后来才得的。诺贝尔奶冻，贝尔熊发明，哇靠，奶冻卷，哈哈，这是打广告啊。他没发明灯泡啦，白痴！谁特斯拉发明的吗？特斯拉的，嗯，他只是烟厂。哟，亚历山大大帝远征，哇，这地板怎么了？这个按钮在干嘛？这地板好好看哦，满分。而且你一直移动，那地板有没有都会有不同的感觉？哇塞哦！装置艺术。超美的，这是那个吧？什么？这个是原始人吗？这好美哦！这个亚历山大，可以不然你在干什么？他亚历山大带一堆人去远征埃及，对啊，你你哎，你的动物都要比人多啦！孙悟空，孙悟空大闹金字塔，你看这个很像烟火人，有没有？超奇怪了，我以为是金字塔。哦，那个人哦，这个是世界最高的金字塔，好不好？就是这个法老王的，不是胡夫吗？胡夫没有那么高，哎，就是一个金字塔，就这样子而已。金字塔，干掉的大便，他盖了477秒。你看这个，盖477秒，而且他是空心的，我确认过了。等一下，旁边原本有一个人被我拆掉。你拆了干嘛？这样看，这样跟四百是这样。我们那个人谁呢？是谁？到底是谁？到底是谁？老公，你怎么会变成那样？猜得好棒！有没有标题？繁星懂我。什么？是谁？干嘛走出来这么快？你们。你的金字塔，他到底是谁？外星人？他为什么下面多一根？那他脚是插在土里的。他怎么多一根？这个金字塔盖得好烂哦！这只是他的棺材。你看，这金字塔从正面看感觉是对的，但是后面怎么怪怪的？他是谁？这个侧面看都怪怪的。是就变成棺材啊！我天哪，我以为你要猜金字塔是外星人盖的。对啊，外星人啊！你看他三只脚，哎，狐狸呀，对啊，哪里有三只脚？他三只脚啊，哪里没有三只脚？哎，你怎么打掉啊？我们进来就这样啊，哪里没有三只脚？对，没有结束，太好笑了，好累，唱的好累哦。我们下一题要速度了。好，好，臭大便，外星人，叫什么？重置游戏。<Yeah. S 2> 我要吃掉大便了。救命啊！我吃掉了什么？吃掉了人马族的张飞了。我在吃樱桃。我吃掉大便了，吃尸体，张大便吃掉了。啊！哇，有在吃粽子哎。哦，听完了。下一题要什么？下一题要什么？好累哦，好累，好累哦，好累，自己猜。救命啊！要限时了，哎，对不起，那个下一题要限时，要速度了。哦，要限时，一时不候了。妈妈，先简单一点。限时按钮在哪里啊？有强制传送在左边，我按了。好，要限时了。那我们要什么题目？设定时间哦。啊，不用了，就这个时间哦。哎，要不要短一点？它怎么短啊？我不会。看一下告示牌有没有。我只能很长。设定15分钟。零分钟。三。五分钟。7分钟。7分钟会加班，不行，5分钟就好了。哇哇，那可以出简单一点的题目。对。300秒。300秒。直接说半哎，我的天啊。什么题目？
所以你们要真的要异世界超能力了。哦，这个感觉跟特殊能力好像有点像。对啊，对，对啊。那你想转生成什么？史莱姆。这放个史莱姆马上解决。哎呦！有吗？你们有吗？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！在想，在想。树盖、欸。哇，要覆盖、欸，那我们要出难一点的啊。如果文学作品，你想得到的文学那个世界名著好了。啊，文盲东西。啊，没在看书啊，但每个人都看一本书啊。对不起，我错了，当我没说好不好？每个人都放在书柜好不好？当我没说。每个人都放一个这样子，你前面这个东西。童话故事，撞题会撞题，会撞。童话故事好像有出过了、欸，嗯，好像有类似的。看一下还有什么观，我正在看观众的。看，再看观众有说什么。有，人家说盖名画。哇！全部都是大海，太难了，太难了吧？那我觉得盖世界名著好啊。最后的晚餐不行。那世界名著大家一定都知道一两本吧？然后向日葵的花也不行。没有没有。西游记啊，都可以啊。什么红楼梦啊？对啊，你都讲完，我们都不能出了。不对，《水浒传》呢？《水浒传》《西游记》要盖呀？要吗？要吗？世界名著盖呀？要怎么盖呀、啊？太难了吧？世界名著，才要吗？怎么样才算世界名著啊？对啊，怎么样？我们七个人都说他是世界名著，好吗？那讲出来不就不能跟？所以不能讲啊。为什么我找到是 BL 世界名著啊？柯南呢、啊？世界十大名著，《战争与和平》哦。你在讲啊？讲完。《红与黑》《悲惨世界》麦克。麦克两个。不用讲了。可以。嗯。好喽，世界名著哦，要来喽。好。哦，很难盖哦。观众叫我，我没在看书。可以，哎、欸，那我要出哪一点？这个哦，好了。真的假的？来啊、哦！是听过的书名都可以吗？对对对对对。好，这样就好。我 Google 他说世界名著。来，给你们。这一本世界名著，哎、欸，等一下我为什么没有？他怎么没有铁针？不，没有借符盒。哎、欸，没有借符盒、欸、要重来哦。啊，我没有借符盒。我也没借符盒。嗯，我有哎、欸。我只有花，我只有花和压力板，对对。我好像1.14会有这个 bug 哎、欸，那个要重开地图了。嗯、啊，那等一下，大家可以再想一下啦。世界名著，好哦，好，世界名著，世界名著哦。这应该算名著吧？嗯，梁山伯祝英宅是吗？你说祝英宅吗？对啊，祝英宅，还在祝英宅吗？有点可怕。那如果撞了怎么办？就朗读一篇。朗读。朗读一篇。老师，各位同学。挑一篇自己喜欢的朗读。上次那个真奶火锅 ，Lumi 真的有拍、啊，还有他撞到有拍。我的这么好、哦，好强、哦，恶心。很好吃，泱泱超推荐你一起吃。等，还没有调时间，5分钟而已。有人要跟我一起吃吗？我们可以吃。你吃不吃？那还不错吃的，真的。一对鸭也有吃啊。我吃过了。我变英文。我中文了，中文了。Chinese。好好好。他们都现在都国际化了。
可以句话了。祝英才。祝英才。这个祝英啊。小红帽算吗？再讲啊。不能出了，讲出来就不能出了，讲出来就不能出了。你再讲，小王子，我帮你讲完了。来了来了，不能讲了。来了来了。我找到，哎呦，我棒了，就好了，给你们我觉得这个还不错啦，这个应该蛮简单的，还可以啦。这一本应该没什么人看过吧？可以了吧？世界名著。哎、欸，好想把你讲掉，把那个男的都讲掉。掉下去了。因为我可以飞上，我飞上来。我想说，怎么回事？你掉下去了。我回来了。这个我觉得这也不错，这应该可以吧？哇，我所以刚刚讲的《富国论》应该算是世界。嗯，这个拜托我这个有没有六六六一波啊？我换这个好了，这个我觉得可以。整本都没看过，但单篇你们就有听过。这个谁没听过啊？对不对？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跟我一个，懂哎、欸。好了好了。来来来，给大家看一下。算了，六六六啊！我出个题目，我出的，我出的，何止世界名著啊？哇，世界！我觉得我出的很好。哎、欸，怎么又是米菲的？我有点不安。我都知道，这怎么盖啦？白痴啊！谁盖我的？谁盖我的？谁盖我的？我也很好奇。我盖同个，可是我还没读出来。等一下，这个太难了，头好痛。啊，真的假的？电影你盖我的。哎、欸，经过十几秒了，大家请快哈！哎呀，我的麦快断掉啦！悠悠，我对你好像有点太好了，怎么办？哇！这是什么啦，波哥？世界名著啊，什么？世界名著啊！我刚刚还有这两句。等一下，我不会跟风哥撞了吗？我完了，我仔细想想，好像真的很难诶、欸。完蛋了。我什么东西啊？你现在名著啊？啊，还是你盖麻将啊？有没有？每一本封面都不一样、啊。我看那个书的封面有这几个动物就可以了。好，当然不一样啊！再版过这么多次了、啊，怎么？算了，不盖不盖他身体了，直接盖脸。哇，太难了吧？天哪！杨洋那个真的超级难，只能盖一半哎、欸，我觉得。不是快断了、啊、这是哦，这么这些都是这个哎、欸，对啊，它其实很庞大。嗯，拿错了房子，多盖几个，多盖几个。如米，如米，呀，我错了。世界名著，世界名著，大家都爱的世界名著。那个真的超难的，我自己都觉得超难。那你还说？我要被你搞死了、欸！为什么右上角没有时间？有啊有哎、欸，有正上面正上方正上面哦哦哦哦。三四五六，嗯，然后呢？下来，哎、欸，为什么凹不出来？只有三百秒、啊！我的妈呀！哎、欸，奇怪，这个时候还可以出？大家都认真起来了。好啦，就这样的啦。就这样的啦。视力变好好、哦。视力？为什么？问问巧克力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真的是啊，都绿绿的吗？绿绿的。好说好说。哎、欸，给错了，给错了，拍谁？哎、欸，给我指令方块、欸。给。好、啊，应该就这样啦，就长这样。可以了。嗯，好了。
可以啊，我也好了，我也好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猜错输了而已嘛，对不对？等一下，要猜的是输啊，对不对？一本书而已嘛，不用改了 ，easy 啊。对，好，这样，是这样的。我真的没猜那个事件，那个事件不是一本书啊。真的没看过这一本书、欸哦。哦，这个可以，这個、可以。我也觉得可以，可以啊。背好久，剩一分钟了，大家。妈呀！一分钟了，最后一分钟了，好快哦！洋洋加油！你给我闭嘴！气死我了！标记标记标记课作文，臭小，你气出来的。我只能告诉你，我的下家只能放这题啊，只能这样了，真的只能这样了。世界名著哎、欸，拜托，拜托，我怎么了？哎、欸，我这本世界名著